小石先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上面三个直男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来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很特别的计划，就是我们上次在车上聊，就是雨熙到底是不是一个提花的人？就是。直接先承认。我们要用这个实验来验证。你上次不是说你喜欢的是，比如说保时捷啊，或是宾士？不要再这样讲了，这样会被冠上这个台女的称号。我要帮你洗清这个罪名。怎么说？我们要证明说你看上的不是只有 logo 而已。啊，如果今天没有洗清罪名，发现看上的真的是这种 logo， 就不会上这一集。还是要上，流量要这样子来。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。好的。待会啊，我会先让你挑五台车，我会拿五台车的照片让你先做一个排名。排名完之后呢，把你眼睛蒙起来，那由我们后面三位弟弟，然后他们各选一台车，然后让你眼睛蒙起来的状况呢，去摸、去做、去感受，选一台你觉得你心目中最优质的车。要猜它的那个品牌吗？你可以做到这样，尽量。我是觉得说，假设性的，其中会有一台宾士。如果真的你是选到宾士，就代表你不是单纯只有看这个 logo， 你是喜欢那个整体的氛围。哎，很难吧？因为它你不是那个专业的车品，对，也没有常常在做这些车，所以这个来考你的感受是最有趣的。万一你选错了怎么办？选错就标题就会改了嘛。有台女啊，台女就是台女啊。我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对她的形象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？然后我现在这边有五台车 ，A 是 Suzuki 的，那 B 是 Lexus 的 ，Lexus。好，然后 C 是这个宾士的 ，Mercedes。OK。D 是 Toyota。不是，它是那个速霸路。好，速霸路。双生车啦 ，Toyota 叫做86，然后在速霸路叫做 BRZ， 可是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东西。OK。这个 BMW。BMW。那个大鼻孔。那你帮我写上你的排名，1、2、3、4、5。完蛋了，不敢写宾士是一耶。可以啊，哎，没有照，真的照你。这是哪一台？宾士这个，照你自己的感觉。它是 E 还是 C？ 这台是 CLA， 跟那个艾瑞斯的一样。一。好。好，我会选这个是2。为什么？开过这一台。我用 BMW 是3。这台应该比较好猜，好不好？这样。哎，小粉红为什么是第五名？他丑啊！他丑啊！他丑啊！那我们现在的排名已经出来了。OK。那待会呢，其中有三台就是要让你这个盲测的，然后看你最后盲测出来的顺序跟这个一不一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在这边等待，那他们会到楼上去挑出里面的三台车，然后准备让你蒙眼做测试。好 ，Let's go， 耶、yeah ！竟然说我的粉红色很丑，是谁？是谁在敲打我？是谁？现在是挑车时机，是。我没办法挑，我就只有一台车可以挑。那请你把麦克风给他们了，他们还没挑车。竟然说我粉红色很丑，真的是有个重点。我的方向盘现在在 OG， 然后他帮我换一个代用的，上面全部都是胶带。我等下蒙眼，他看不到了。但是他蒙眼会摸到胶带。他摸到粉红色没关系。他如果摸出来是粉红色，我就也不能怎么样。好了，他们去挑，他们去挑。所以你要从哪里开始挑？我已经有想好了，我就这一台了。哪一台？这台镜头转过去。这一台，这一台，这台 Auto。好，我就选这台。啊，你嘞？这台，我选 Auto。Auto， 那我选宾士。你为什么会给他第二名？因为我很有把握啊，所以我是照把握猜测度去拍。哦，所以你有把握，你等下坐到他的时候，你感受一下。我会感受得到他跟宾士。那你觉得你这一次呢？照这个顺序的一面有多大？70吧。哎呦，蛮有把握的。我觉得三台我应该可以猜出两台。哎呦，可是呢，为什么你会把宾士第一选在第一名？我是看把握度哎，其实。哦，你觉得宾士你做到也会有感觉？我觉得我会应该蛮明显，因为宾士做起来那个感受度。可是其实我有一点没把握性，是因为平常我是在开车。对。其实开车的人跟坐起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，试试看好不好？好。Go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塞巴嘎哥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哎，这眼罩很可爱，我要带回家。哎，用完就你的了。哎，真的看不到哎。坚持没有塞，这真的没有塞。没塞，没塞。真的不塞，他也不知道等一下开进来是哪台车。来吧，车子进来喽。先第一个听声浪。是
吗？这发热声听起来很老。你有可能搞错哦，我们也许里面。等下，我这只是第一个感觉。性能车的直观桥段没有，那绝对不会是性能车的声音。那性能车是什么声音？性能车会是轰隆隆隆，引擎发动，引擎发动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由这个阿呆。啊，我们要怎么开始？你要带他去，要带他去看。我还是副驾驶。我要怎么？你要切我啊！啊，你直接先摸外观好了。我到了吗？对，你先摸外观。哪摸出来啊？直接开门啊！没关系啊，他让他先摸一下。哎，还有这个哎。那就往这个什么？有点年纪啊。雨遮。这边，那你摸一下把手，这边。哦。那你再往右边摸一点，右边，我们摸后照镜。年纪的车哎，好，我要上去喽。我还有一个好重的跑步机哦，这个车一定很重。有吗？你确定吗？有，确定。我跟你讲，它是老式的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新的车它会是做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把会这样，它这个是这样，所以它这个车应该比较旧。然后它的天棚是这种材质，也是比较旧的。椅子坐起来感觉？椅子那个皮感觉蛮不是现在会用的皮。就是一个洞一个洞，然后比较软。它这个皮是比较很像我们以前那种老式那种皮鞋那种皮革，你知道在讲什么？哎，这是手刹车。手刹车坐在这边，那一定就是比较旧的车。怎么样，有熟悉感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是排挡杆。不是，你要摸那根的那个，是蛮老练的。好。老司机要开车了，你们快坐好。好像 Toyota 的声音。我刚刚是打来打力，对不起，我在测试它那个反馈感。哎，你找到方向盘了？这是什么？你觉得那是什么？六回啊！哎，它是有天窗哦。哎，摸到了。多大？哎，蛮小的。走了。走。跟你讲，我们开到路上了。这台车有一个超不明显，你有闻到吗？不是老车才有味道，是比较久以前的车子啊，它可能这种内装的关系，这种毛绒布，你知道吗？它就容易藏污纳垢，所以它清洁上不易，就会变成说它会有个味道在里面。可是我车上已经放了两个芳香剂，你知道吗？很臭的人，你喷了很香的香水是一样。哦，还有一个好重的臭扑鼻哦，这个车一定很重。很臭的人，你喷了很香的香水是一样。坐起来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现在都开很慢，大概都40而已。我觉得就是驾训班的车啊。你确定吗？而且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啊，我看它镜子多大，镜子超小的。从镜子的大小，你也可以去看说这台车的年代，因为现在镜子都做很大。我觉得我知道是哪一台。我刚刚临时改变作战计划，因为我觉得让你太轻松猜不行。代表真的没 C， 我刚本来叫他拿起来休息，他不要，他说他全程都要带着，反正等下会有一个你没有那么好猜的。BMW 235，五台车嘛，四台车的都是那种比较长的啊，我那台圆圆的，太容易被猜到。对，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好，来喽，下一台。我要听声音，怎么那么小声？走吧，这边。这一定不是欧规车啊，感觉。它有玻窗哎。好 ，OK， 它应该是双 B。哎呦，因为椅子这个洞，然后跟这个皮。哇，你真的会。
可是我不太确定它是宾士还是 B M W 哎、欸。啊，这是 C O A 的车子的椅子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可是它的这个又有点像 B M W 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体验一下，我体验一下。走吧，排档的声音很重要。赞。这次有晕车吗？哎、欸，不会不会，我先思考一下人生。不过有两个答案啦，在想啦，要想一下，好难哦。你没有那么好猜的，让你太轻松猜不行。好了，下一台来了。好。警告，此时举动可能丢失工作。警告。此举动可能丢失工作，你要带好啊。辛苦了，越来越快了呢。哎、欸，我一闻味道都知道了，我闻味道蛮明显。这太明显了啦，太好猜了啊！那伪造上一台什么车？哦。那这台不用开出去了，不用了。果然是越车无数的人啊，确定吗？你确定是你心里想这样的？好，可以。好啦，70%的信心嘛，对不对？第一台我觉得是这一台。小粉红。对。为什么？它的年代一看就知道是最旧的嘛，而且它坐起来超像Toyota，超像我在驾训班就是开的车。第二台呢？第二台原本我是在想它到底是 B N W 还是宾士，因为我一直很犹豫的点是它的那个椅子太像宾士的那个椅子，然后还有就是它关门的时候会缩那个车窗，宾士也会缩。对。但是它的冷气出风口是方形。哎呦。然后它的排档杆，宾士以前的车也会做这个，可是它的那个压是在前面，它是在侧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 N W。哇。然后第三台就是宾士。为什么？宾士一上车就有个宾士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下面它那个自备架，你压那个感觉，那个起来跟关起来，你真的都记得呢。还有圆圆那个，哎呀，现在讲那么多就答案不对。好，那你这样三台车你都看过都坐过了，对。你如果认真三台车比起来啊，你第一名会选哪一台车？我觉得第二台车不错。你觉得你的盲测，我的盲测摸起来跟坐起来第二台车？对，第二台车不错。究竟雨昕是不是一个嘻花的女人？就是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，你猜的没有错，三台都正确。哇！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的实测已经证明了，我们不要再说雨昕是一个只会看 mark 嘻花的人，嘻花的人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事实今天经过实测证明了，他由内而外都是嘻花的人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非常成功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用这一集来证明了，不要再说他只看外表，好不好？他也是，他对他也是要看看用起来感觉如何。没错，用起来用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是由内而外的。好了，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，非常感谢小当，记得频道。订阅订阅订，顺便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全台玩家最推荐的娱乐城，立即下载聚宝 Online。我跟你讲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一集你们三个都没什么屁用，我用心良苦，让你们卡油。啊，哪个没摸到手？来，有摸到手举手，看看有没有中老板。啊，有没有体验到副驾驶座做网红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我是终于体验到副驾驶座有送女生了。这么可怜、啊，这么可怜，三个来卡油的，还有一个把人家膝盖弄伤了。在小资汽车福利好不好？哎，福利好不好？好啊，赞赞！你最大声，性感啊，性感！你今天有什么感觉？你的车被嫌成这样？老实说吗？有点小难过。哎，他说我车上有那个套玻璃，也是年久失修的那一种。我已经放了一个黑人香片，再加一个芳香剂，再加我今天身上的香水了。嗯，你今天有擦香水哦？这样还不够。还说。你要把味道去除掉，先把身体洗干净。身为一个司机，连上路都不让你上路，你没错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你平常在讲什么就讲什么、啊。麦当劳工，那你刚刚什么话都没讲，你现在再给我讲一个谐音冷笑话。那你知道哪一个字要写很久吗？什么字啊？说朋友的朋啊，因为要写两个月啊。请问你今天有什么感觉？欸，我开那个其实很紧张，因为我本来是我想说我是开 auto， 我就 OK 啊，就开 auto 小车嘛。
然后结果后来突然又换了235。哎，那个车很大，我觉得很长啊，又很贵，我很怕去靠道什么的。然后我一开始坐上去，我连那个排挡我都不会，因为它很不一样。发现，因为他在那很久嘞。我跟他说，我不会啊，因为他好像要按着什么东西在抬。啊，我不会，我跟他讲，然后又按下去。